什么近视眼？是有点近视。马上就好。他有两瓶药，他不吃，我会吃药的。等我缴个药来了，速战速决，快扛啊！小月往下路靠的，往下路靠的我就不做眼了。屁股都差有升级的骑士。哎，老板说升级的骑士。还不走。哦，给我扭掉了。把我 W 减速扭掉我应该要六级的。他要六级。是太极流光送的66个连度票。蓝枪来上了吗？蓝枪应该在。走了。
我的剑准备好了，有点像小兵。 推了，卡不了了。我从不退缩。 钻石的，这石头能钻二的。 下次快升六级，还不升六级，直接再打了。这波我们三个都没大呀，不好打呀。Q 啊，他回去了，哇，这什么伤害呀，兄弟，融化了直接。 还这么高吗？裂开了。我想留着挡石头人大招的耶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 这搞是boy送的办法，哦，连超粉刃，怪不得。难像没补装备的，刚刚。 马上就好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锐利的剑，枪很肥呀。 像往这边靠的。
快走，快走。做到了，精准而优雅。无礼的畜生。中国直接越嘛，我想吃塔皮的。闪现迁坟，我看TP 的，不过他大招没好的。那推上吗？马上就好。两个大剑，好痛！一套半血没了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里面还有先锋，
没多少蓝呢我。对面AD可能要来，小龙直接给了，打团太难打了呀，对面这阵容打团太猛了，对面这中野伤害顶不住啊。除非能先集火秒掉对面中野一个，对面 ADC 其实也有伤害的，装备也不是很差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加眼棒。追追追追追！哇！这队友没死，这队友还有闪灵的，有点肉。等我大龙好了呀，感觉我也不好带下，带下等我大龙直接没了。来吧，看能不能抱团抓单。对面 AD 要两个大剑呢，也是有伤害的。没买到真眼。两个大剑啊，三个大剑，他的伤害巨高，没闪。我很脆的。抢到了。小心没开，小心点啊！他们这强开能力很强的，我没有对手，都能有 TP。干嘛呢？
刷单了可以，但秒一个 AD 没什么用啊，他们主要输出是对面中野，我不在队友还要打。 这样对面要开大龙了，差点狩猎者给我斩杀了。 大龙 buff 这非要瞎带节奏啊！这都不是我的人头。 把这个蓝给拿了，减速到了，还要位移 F 6了，被迫两路，能不能推塔呀？ 可惜刚刚那两个赏金人头不是我的，不然复活甲就好打了。还有火龙龙魂，快给我复活甲，不然要鸡。
有佛甲还有机会。 他们要抱团推下破三路了，抓不了了，石头人看到了，凝血剑破三路了。 我不能死，我死了就没了。他们要等龙魂，火龙龙魂。 要不了啊，去大龙做视野吧，感觉。去把大龙视野做一下。他们还要打大龙。 很难玩，除非能先秒对面中野一个。过不去，秒蓝枪吧，找月有杀戮，不太好秒。 能打个无尽出来不？他们不敢还击。中上水晶复活了，他也买表了。 有无尽没？还没无尽吗？有无尽呢。哎，没踹过来。 队友示威四也打不了啊，他们还要分推，好痛，没办法呀，我拖住两个队友也打不过呀。 鸡了。